很多人啊喜欢讲个轻功，其实他什么功都不是。哎，他什么功都不是，他只是一个爬墙的动作。比如说我们仅仅只是一个上墙的动作，但是古代啊他们有的这种穿越啊障碍的这种能力，他有部分人会。大家看到这种墙，现在我要上了房顶去，再借助一些技巧。其实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，再上它就上去了。